早，今天又上班了，不对，上工了。他现在要去拿摄像设备。门又被锁了吗？钥匙锁里面了。相机在里面。哇哦，我们的救星，就他忘了拿钥匙。不是我忘了拿钥匙，是我专门把钥匙放在相机包里，我想着我不要。忘了拿钥匙，结果相机包死在里面了。啊，那个摄像机要充电什么，那个包就不会拿出来。那不如放这个包里。对啊，放这包好一点。这包基本上 OK， 可以开工了。有小件吗？我可以明天把那个，我们明天再加上昨天一样的。你们能早点发给我们最好。早点。多早？听你的，你给我们一个，对，十点以前吧，10点以前，对，那我10点，好，可以，现在我们正在拍全队的照片。好了，我在调位置喽。先试一个在他们在上面，等会儿再试一个全部都在上面的。先来个戴口罩的吧。先戴口罩，一二三。谨慎。一瓶卖2块钱是可以卖出去的。可以，你卖5块钱都可以，那个卖5块钱，对，我们不是那么狠，我们就卖3块钱，我们卖3块钱一瓶，然后一瓶我们可以净赚1块钱，有道理，一天可以卖240块钱一瓶，这才是30，好吗？这才是30，净水去了，下午我卖冰棍，卖冰棍，卖水，我买绝对的妈，就从宾馆拿个棉被，从宾馆拿个棉被，我们可以给这是老广看冰棍。昨天告诉我们要换房间，因为人太多了5亿，所以我们就先要回来收一下行李，再吃个冰粉，蛮开心。哎，这碗是我的，我收完了，现在就在等思雨这边。就是有一个可能不是这儿，不是成都人，这儿他可能是四川的。你 OK 吗？没事，我把这个垃圾我忘了，这个垃圾有了。啊，烧火了，一二三。这就是我们的新房间啦，外面的植被很好。好热，今天可以说都是汗。今天还是5一的节假日的第一天，就很想吃一个冰的东西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像是有恐龙一样。霸王龙？没有。看到那个钢铁道了？没有啊。哦，在后面。我们现在回来了。我们不准备打算换衣服了，因为已经到了下工的点，换上衣服就得脱了，太麻烦了。我们就要变成赵老师的角色，作为一个场外指导。哎，我还是被引诱了，说有大东西出土，于是换上了衣服准备进去。我也是。好东西在哪？那边。啊？超牛逼的东西。就是一个。哇，真的好厉害耶！值了。是我们晚上吃的餐厅，然后它旁边开了一家，这个一个叫香味轩，一个叫味道鲜，可能两个人要么是 CP， 要么在 battle 吧。但真的这家干锅好好吃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干锅了，非常推荐。这个河很宽的，这就是我们搭不对。好好看。雪水上香，
然后吃的太咸，然后想回酒店之前一起去买一个喝的，还有冰棍吃。梦在这儿，梦龙在这儿，看有没有。哎呀，梦龙。明天五月一号有三对新人要结婚。那个，你明天不用带电脑，明天我把我电脑带。